受多项利淡楼市因素拖累。七月份二手楼市气氛转差，十大蓝筹屋苑期内交投下挫近13%，当中八成项目平均实用尺价下跌。红磡黄埔花园本月平均尺价险守1.6万元，跌幅达5.7%，最多则如涌康怡花园及沙田第一城，亦分别按月下挫约2.5%及2.4%。中原周德隆指，受疫情影响，黄埔花园业主普遍接受买家还价，拖累楼价向下。屋苑两期12座中层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389方尺，减30万元后，获投资者以660万元承接，较六月份同类型单位造价低约5.4%。但刚性需求推动，屋苑本月录25宗买�卖，按月增至少4宗。至于康怡花园七月暂66宗买卖，平均尺价降至17,489元。区内代理指，疫情恶化，加上政府收紧防疫措施，对该盘有一定影响。而细价上车盘沙田第一城平均尺价，罕见跌穿1.7万元。美联雍海杰称，该盘本月录约30宗买卖，一半为三房单位，换楼比例上升，平均尺价被拉低至16,913元。此外，综合市场资料，本月十大二手屋苑暂共录约238宗买卖，连跌两个月，半数项目交投较六月少，跌幅介乎4.6%至42%。鸭脷洲海怡半岛价量齐跌。中原卢镜豪指，七月下旬该盘业主开始不接受买家睇楼，令交投步伐放缓，本月仅录23宗买卖，按月少逾41%，平均尺价跌2.3%至17,320元。他又认为，政府应撤销额外印花税，应该限制绑死二手盘源，有限供应下只会令楼价不断攀升，半新盘再录选手。美联王家乐称，马鞍山云海容海台 Maple Court 第一座高层三房户，降价约120万元，年租约售980万元，尺价18,352元。原业主持货约2.5年，账面贬值约7.6%或约80万元，尿需另付约98万元辣椒税，但未计及购入时发展商的回赠及优惠。居屋王同时价崩，则如涌康山花园楼王三房单位，在未保价第二市场仅售668万元，属同类型单位逾1.5年最平。中原杨文杰指，上址为4座低层私室，实用面积592方尺，约两个月前叫价750万元，疫情下获买家还价，累减82万元后售出。是次成交尺价约11,284元，属项目18年后新低。